美国名媛 Kim Kardashian 一向都喜欢出风头，亦经常在社交网站平台分享自己的豪华生活和性感照。昨天她在 Instagram 上载了自己穿上超贴身水滴造型晚装速衣的片段，大批粉丝看完片段之后都不禁留言大赞她的纤腰有得惊人。虽然有人赞，但是反对的声音都很多。有网民就认为咁样追求唔合乎逻辑嘅美，根本就系扭曲咗大众对女人身材嘅价值观，更加留言嘲笑佢。其实肚入边系咪冇内脏噶？我完全唔明呢种身材好睇喺边咯。打开香港零一 app， 即刻揿下边零一 TV 粒掣，再揿上边娱乐街，所有娱乐话题涌晒出嚟啊！最热最爆，八进娱乐圈所有消息，日日有片睇啊！